你知道威农，威农最号称他肌肉很强，你要摸摸看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太好了，来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来谢谢啊。以前以为的这个蓝绿板块哈，其实已经慢慢在改型，慢慢在改变了。民生社区越来越多人看到我们蔡总统过去几年的表现，我们执政党的表现，那越来越支持我们民进党，这是给各位是很大的鼓励。有没有感受到很多就是高人气的感觉？非常高人气，就是借总统的人气，完全借的东西，总人气很旺啊，难怪他左手需要这个护腕，对。其实他这个，大家每个民众看到他，真的是像明星一样。你说因为握手握太多？是是。你也需要护腕吗？我没有，比不了总统啊。但所以很高兴今天总统能够来帮我们打气。这区真的是不好选，但是我们每天看到的就是说，我们有改变的可能，有改变的力量。然后当然时间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。今天是10月11号，离我们选举日整整3个月。那我们只有一个方式，就是拼。